本公司总经理周天强在记者会上报道他到欧洲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际广播会议的成就。他曾经在这项包括世界各国电视广播界、政治界、学术界和评论家等重要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中，先后发表两次演说，从理论的观点谈到人造卫星发展之后电视技术的基本标准，曾经被各会议代表誉为来自东方的哲学家。周总经理并且以大众传播媒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为题，谈论东方国家的电视以及我国经济军人进步和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关系，使与会的代表对我国进步有深刻的了解，受到了良好的国民外交的效果。